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新中国70年以来，通过几代人的努力，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大强国。而近年来，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世界惊叹，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。早前邓小平曾说过：“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”如今我国一项又一项逆天级中国基础建设项目，在全球的基建市场上留下了“基建狂魔”的名号。其中，作为中国基建排头兵，挖掘机绝对是工程机械之王。随着我们国家工程越来越多，很多的巨型建筑都少不了挖掘机的存在。此外，我国的挖掘机也在不断更新换代，而到现在，我国最厉害的挖掘机就要数 WK75 型矿用挖掘机了。这个高达10米的大家伙，不仅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挖掘机，也是世界上第一台规格最大、技术最先进、生产力最高的挖掘机，重量有2000吨，它可以在一个月开采500万吨的煤炭，并且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化控制技术，从设计到投入使用，完全出自于我们自己之手。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，自然在基建方面也想与中国一决高下。但了解印度的人都知道，在印度盖房子或者其他什么工程的时候，全部应用的是手工，很少用到挖掘机。这就让很多人都好奇了，那印度这个挖掘机到底是干嘛用的呢？据传闻，印度的挖掘机是用来拉航母的，因为他们认为光是依靠挖掘机来挖掘就实在太浪费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印度人的做法让人匪夷所思？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拍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视频素材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